请问你做了什么家事？你做了什么家事？拖地。哦，拖地有没有拖很干净？有。好，来，你做了什么家事？扫地。哦，扫地非常好。来，你呢？擦桌子。好，你呢？扫地。啊，扫地。你呢？擦电视。擦电视，很棒。擦电视要擦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你好害羞。来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洗衣服，哇，真棒，还要帮妈妈洗衣服哎，那你呢？哇！来，想想看，那你呢？洗碗。哦，洗碗，棒哦，洗碗哎。没有，那你呢？洗碗。洗碗跟他一样都很棒，你呢？我也是洗碗。你也是洗碗，你会洗干净。要好，对。我也会扫地，我也会拖地。那你最棒。我很多都会。很多都会，我也是很多都会。啊，因为呢，平常呢，你都没有帮忙妈妈、爸爸做家事的话，我妈妈上班很辛苦，所以我们可以帮忙她扫地呀，还是拖地呀，还是倒个垃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我要讲一个大熊的故事哦，所以耳朵要注意听，好，耳朵注意听哦，好，眼睛注意看啊，好，耳朵注意听，眼睛注意看，好来，没听见，对，来跟你讲话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大熊的妈妈看到大熊的房间，哎呦，大熊，